我想问一下，你取了这个新农兵的这个品牌啊，这个新在哪个地方呢？新在哪个地方？哎，对对对。等一下，下一片河。你看这个新吧，搞完了。嗯。等一下，双方再到这里。好嘞，我已经明白了。所谓新农兵就是科技化。也不是科技化，也不是科技化，就是把传统工艺标准化，传统工艺标准化啊，让传统工艺更加可以复制。这个温度高了也会报警，温度高也报警，温度低也报警，也用了现代科技。因为传统工艺主要还是。靠经验嘛，靠经验，就是这个数据化一点，标准化，数据化，也可复制，然后品质稳定一些，可复制，也可以推广，我比较喜欢用传统工艺做茶，尤其是做安化黑茶。但是传统工艺呢，它又要拼精炼。然后，为什么喜欢用传统工艺呢？像这个就是七星灶。以前我对七星灶的理解呢。也是想着是古代那个时候没有干燥的机械。就只是用这种方法来干燥而已。然后我通过一些不断的学习啊，然后跟一些前辈们交流啊，然后自己的身体的感受啊，七星灶它不仅仅是干燥，它如果打个比方，就相当于是中药的一个炮制过程。因为安化黑茶。它本身是六大茶的中间，最温性的一款茶。而茶本是寒性的。通过这种，一个是通过发酵，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松柴明火的这种，用金木水火土里面的这种火去把这个寒性去掉。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程序。所以用七星灶烘焙的茶，它的身体的感觉要胃的感觉要温暖一些。效果要好一些。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独特的工艺，与其他茶类不同的工艺办法。这位是您父亲吧？叔叔，哦，父亲的弟弟。是广角镜头，广角是2470的变焦。我要不要搞得专业一点，戴个口罩什么的。没事。贵在真实，贵在真实。因为我是拍纪录片，不是拍那种宣传片。穿着棉衣做茶。我们山上面还冷，很冷，山上面很冷。对。
这种天然柴火用的多，用的多一些。嗯。这都是茶枝的，嗯，茶胶，茶胶，茶胶，嗯，尤其是做黑茶的时候，这个是这么多，对，黑茶因为它要发酵，嗯，然后它温度比较高，这种茶枝啊，嗯，我这是搞复揉的时候，就茶枝的就多一点，哦，复揉它就两次揉，它就把胶质都揉出来了，嗯。下面这层全部是木炭火，哦，全部是木炭，嗯，因为这种，因为现在很多，嗯，很多现在的这些人，嗯，他们不喜欢这种传统的那种烟熏的味道，嗯，所以你在下面打点木炭火的话，嗯，你就偶尔加一块两块这种松柴，嗯，就烟味就很轻，嗯，但是那个松烟香又保留了，嗯嗯。要不然如果没有木炭的话会有很重的烟味，就像腊肉一样。哦，对对对，嗯，对，哇，火一升温度上来了，警报就解除了。